Dragon 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店阿伟。今天我们来到哪里？我们今天来到过年前要来的地方——迪化街商圈。以前呢，过年都很有气氛，现代人啊、哦，真的那个过年的味道都没了。那带大家来这边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。那来迪化街呢，要必买、必吃、必玩什么？我等一下告诉大家。那阿伟，你有来过年货大街吗？干那宝，我功课都做好了，真的、哦，我走都对了，别烦了。OK， 好，他妈雷子给他，一二三 ，Go！ 今天还没吃东西，现在是下午5点啊，怕被假崩。我们先去吃，喝杯。以前在台南老家常吃，之后家，等一下直接看，它就是一个外面裹一个粉，然后里面包了很多鹅啊，好像还有韭菜吧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去看。满的过年味啊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哦！被摇戏啊！这个菜迪化街古早可得，还有今天不用排太多人。你该不会是为了要等这一餐才？就是等这一餐，为了拍片，今天都没吃东西。现在下午5点。老板，这个是可以帮我们写的吗？可以。啊，怎么算呢？你看你要什么样的尺寸跟内容。还是老板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反正我就是，就是吉祥话。我叫新店阿伟啊，那要，因为我要给客户看。新店阿伟为什么这么熟啊？因为我住新店，为什么觉得四个字很熟？我是房仲啊，我也住新店啊，我在新店高中旁边的。新店旁边。对。哦，我中正国小毕业。但这个要等它干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在前面左手边而已。老鹰呢？这个还不算大只，那小只。它羽毛超漂亮。来，发群。来看这边啊，一二三。阿伟，你看有龙哎！哦，龙哎 ！Dragon 哎，哦龙哎，台哎不是台湾 only，Chinese only。哎、欸，一整条哎、欸，真的，对啊，一整条哎、欸，你看 ，China Only Dragon， 好巨大哦 ，Huge Dragon， 台湾 Only。我觉得我应该要买这个。那个？每天被自己帅醒。小时候有没有去那个杂货店？有。文具行。有。就这个。你说童玩吗？搓搓乐。搓搓乐。之前有小朋友的话，我会买一整个，然后回去就给他搓搓搓。
还好啦，应该蛮快的。哦，这个是四神汤哦，然后你看，一般是透明的，包总是红的。我刚好问老板，一般是用白莲子在煮，他这个是用红莲子，哦，那个味道真的很特别。然后哦，最爱吃肠子的一大堆，一大堆哦。腰子好讲，肉包，招牌肉包，卖到快没了，看一下。这个好吃的话，应该是皮薄馅多。哎，嗯，你看，哇，那这个馅应该，哦，好吃。干嘛呀？我最喜欢吃的包子，宜兰礁溪的，然后这个也真的很不错，还有新竹黑猫包也是好吃的。欢迎大家。好，恐龙美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什么叫恐龙美露？美露，它就是你所知道的美露，只是说它以前的包装是一只恐龙。哦。所以它没有叫恐龙美露。啊。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你要不要挑？不要那么认真，赶快买。好敬业的。果冻吃了变果冻。尽量拿，谢谢。尽量拿。满满满。有人挑的好开心、啊。满满满，都装满一点是不是？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不要客气。真的假的？我很小气的，不用客气。两袋。对，结账。对，我们前面的两个小姐太认真了，真的没有买，她一直这样子。对，她刚认真了。哎，她刚那个 slogan 是什么？她刚那个 slogan。吃果冻变郭董。好喝。好。是金针啊，金针加香菇。两包好了，两包，嗯，两个五包送一包，六包一千，个人而已啦。你可以煮来给我喝啊。对啊，你可以煮给我喝啊。可以。这好特别啊！是什么？就很像海参。海参。那个会蠕动。哦。哎，这个，哎，纯正麦芽糖，小时候的味道，道地的。虽然我在减肥，但忍不住还是要吃一下。那我要大的，好，这个，你要哪一只？好，皮卡丘。一好，要吃哦，吃钱。好，没有啦，吃这个，道地口味的麦芽糖饼干，试试看，好吃，会粘牙。嗯，小时候的味道，也好吃。哎呦，今天从几点开始拍？三点拍到现在几点？吼，11:03。你看我从白天很热穿短袖，拍到现在这么快还穿外套，哦，这所谓的台上一分钟，台下10年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OK， 那今天带大家来看这个年货迪化街的这个商圈啊，哦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喜气啊，哦。那新的一年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